湘西古镇。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正是杜牧清明诗的最佳写照。我们一群来自台湾水幼族呆胞，富勇风雅，在细雨纷飞的四叶黄梅季节，探访了这座位在湘西边陲一脚踏山地的茶童古镇。带有土家族苗族血统的一代乡土文学大师沈从文，就以这里作为写作背景，编写他传颂千古的小说《边城》。我们搭乘古意盎然的拉拉渡渡船，渡过清清的清水河，登上边城故事诉说的翠翠岛，正巧碰上这位船家少女翠翠，拿着手机用娇滴滴的声音拨打电话给他爷爷：“您快回来呀，爷爷，您不知道我在想您吗？”和尚撑着乌篷船的爷爷马上穿上衣，叼着烟斗回说：“翠翠，我马上回来喽。”我们住宿的饭店就叫三不管岛度假酒店。这下可好，这个岛既然是三不管，那就我们自己来管。我们不顾死活穿过东岛西湾岌岌可危的土家吊脚楼，来到一家特色小吃馆，品尝肉质鲜美细致的角椒鱼，还吩咐老板现宰三只活鸡，大啖白斩土鸡鲜肉。跟着高龄87的张伯伯进入这家一口吃三省的风味餐馆，几杯苗王酒、土匪酒下肚，大家都麻塞麻塞，拍出来相片就是这样晃来晃去，醉醺醺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这里没有酒测，一切三不管，很棒。里耶古镇，这座位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里耶古镇，早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就在这里建立洞庭郡千陵县，作为统治政权的官府所在地。大家常听闻的成语朝秦暮楚即指此地。战国时代此地时而属秦国领地，时而归楚国统治，显见这里是各路兵家必争之地。
现今留存的里耶古建筑代表就是这座楼高五层、造型古朴典雅、宽广堂皇的土家白手堂。堂内供奉土家八部大王，形象严实怪异，有别于常见的慈龙祥岩神像。堂前广场则是土家祭祖、祈福、庆丰收、跳白手舞的场所。播种了，我们一起来，就要把种子撒出去，咱们等待着来年的丰收。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我们丰收了，咱们一起来收割，割里镰刀，往黑斗里放。北有西安兵马俑，南有吕耶勤俭独，就是靠这句大名言造就了这座近十年来最夯的考古都城。2002年，在这毫不起眼的夯土城墙内，在堆满淤泥流沙的古井中，取出了36000多枚竹木勤俭独。它累积压缩了中国2000多年前的文书档案资料，它用文字形式复活了秦朝历史。这批文物史料价值媲美敦煌文书，殷墟甲骨文。如今好像少了什么，独自一个人不知走。勤俭博物馆的镇馆三宝，除了千灵洞庭卷，另一是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99乘法口诀表。早在2200年前，秦人不但能熟练乘法交换力，还出现最早的分数算法。在此之前，古埃及一直是世界公认数学文化的发源地，它有1600多年历史。但里耶99乘法表的出土，将数学文化推前600多年，它改写掉先前的世界史观，让世界瞩目，证明里耶是数学文化的精髓地。长夜未尽，以前没有对错，如果有情，时光也会停留。惊叹之余，当今考古专家仍在探索一些待解之谜，挖出大批勤俭的中华第一井，到底它的原本用途为何？是单纯取水的水源地，还是地下储藏室？我老边的想法很简单，秦二世在兵败亡国之际，为了销毁政府重要机密档案，来不及进口精密碎纸机，工作人员不加思索，就把这些当时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废弃物往水井一丢了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让我老边更惊叹的发现，当年被我们骂到臭头的秦始皇，称他是中国历史上头号大暴君，大有踏伐唾弃之意。哪料大陆文革期间，伟大的毛主席高喊批孔扬琴，打倒孔教练。毛主席的见解是：
儒家思想始祖孔子，只会做娃言，空谈仁义道德。只有向来被怒骂的秦始皇，能起牙行破四旧，大刀阔斧，焚书坑儒。大家可知道，秦始皇焚的书是他国的外文书，坑的儒是那些顽固不驯的异议分子。如果他不这样大肆整肃异己，哪来车同轨，书同文？哪来这么多的珍贵秦简史料？这下我终于领悟，盖棺不能论定，共认识什么是转型正义。气话说完，转到气氛平和、桃花盛开的酉阳，最近刚崛起的5A 旅游景点梦幻桃花源。大家都知道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纯属杜撰，没有真人实事，但原著所记晋太严宗武陵人，说明那位迷路的老渔夫涉及武陵，而酉阳正是武陵山脉的一世山城。因此桃花源落脚酉阳有很强的说服力。观设施虽然有点假，但假得很像，像得很真。园中的水雾植栽、溶洞灯光，都是现代科技的精密结合，颇有看头。来得正是时候，园内片植的桃花缤纷绽放，花种是桃花杏花嫁接改良的新品种，叫五彩碧桃或五彩杏花，也是台湾园艺的新宠。台湾的朋友来一首歌喝酒的进去了，你们看一下，想唱什么歌都可以，唱你们本地的也可以，一起唱。哟呵，来各位发了，各位发了，我们平常一点，我们家里面呢自家酿的酒啊，这个酒的话是香香甜甜的糯米酒，喝了这个糯米酒的话呢，可以美容养颜。喝了南路酒，对唱迎宾曲，进了苗王城，
苗王虽不在，雕栏玉砌应犹存。对不起呀、啊。受碳酸盐彩绘而成的国家地质公园，隔油水河和芙蓉镇相对，列名潇湘八景。地老天荒，驿动的心远不老。贵州铜仁大峡谷，高山青，涧水蓝，有像台湾阿里山，但没有阿里山的瓜噪拥挤。
镇远，顾名思义，这座古镇是镇守在边远地区的军事重镇。这里自古即是五溪蛮和百越人的聚居地，也就是中原文化眼中的落后蛮夷之邦。其实镇远的地理风水来头可不小，五羊河自西向东呈 S 型，蜿蜒贯通全城，形成一水分两层的太极图样，自成少有的圆龙流转格局。城内建筑飞檐翘角，青瓦淋淋，很有土家同族风格。屋舍两旁建有高高的马头烽火墙，屋内甘南金雕窗饰，显露江南徽派建筑特色。加上地面平滑的石板街，显见悠悠岁月的沉重和沧桑。漫步镇远街头，古老乡民的朴实生活历历呈现。漫河若河，何其悠哉。既然是边城古镇，当然街道巷弄狭窄，谁叫领队这么瞎掰，租了这么豪华的大巴，哪有不碰瓷。还是搭乘朴实有木鱼的公交车叫靠谱。夜幕低垂，白天见到的古朴街景完全变了样。套句余光中老师的一句话，这夜晚的天空很正远。河岸两边连绵数公里，彩虹灯光耀眼灿烂，古城正远四个大字照亮整个山头。马战离不开应酬，男人们日夜在外头忽悠，打牌是工作，数钱是交流，寻找乐子逛逛 KTV 再泡个小妞啊，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顿顿有小酒啊，能活九十九啊。童年老年歌声震天价响，歌舞升平，好个大唐盛世景象。难道镇远就是靠着绚丽的灯光色彩赢得了世界十大最佳圣地、中国最美十大古城的地方？芷江受降纪念坊和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全中国唯一的纪念抗日胜利建筑物。在展场中，抗日战争的主导人蒋委员长虽然被压缩淡化了不少，但整个展场布置拥有八九分的真实呈现。特别是受降代表何应钦将军和美军陈纳德将军能够得到平衡报道，算是相当难得了。
续的人民胜利、自主投降就不予置评了。那是后来研发出来的先民词，因为1945年民国34年日本战败提出终战时，压根儿就没有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名号。黔州古城，我老偏一直有个错误的怀疑，我老把这座湘西市镇排首的黔州念作甘州，我原以为此地因为长期干旱缺水被命名甘州，其实这座濒临万隆江天心河的古镇因都城格局如乾卦而被赐名黔州，建成有4200年的历史，远在夏商时就是中国南长城的所在地。现在的黔州可是一副新城模样，城内胡家堂和田样样，涌泉井水汩汩流出，哪来旱象。搓罗艾板，柴烧蒸笼，喇嘛的老作坊真实再现，也是很有看头。木锤花生酥，做工到地实力。导游说光看不买哪说得过去，我回说光说不拍也不好意思。请观赏去年才登陆的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巴蜀土家苗族技艺表演。看到的是苗族的假象，他们是用于给老百姓祈福、逢凶化吉、驱魔辟邪之用。Thank you.
老师陈。了解好像有点难，越在意就越惨。一群番鸭顺着一条清流，带领我们悠游有600多年历史的老土诗城。远在11世纪宋朝时代就有土诗制度，这条老土诗，这个土皇帝，直到清雍正年间实施改土归流政策，才罢了他的官，罢了他的权。越心动就越现在的土司城遗址，约略还可以看到花岗石块打造的墙角和城垣。用原石铺设的中央大道，中央还有明显的中央分河线，只是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斑马线和红绿灯。现今土司城内的土司后裔不再做土司面包，转工豢养鸡鸭猪狗，整座老司城热闹不下台北土鸡城。我一直在想，这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帅气鸡公，拿到这家土司农家饭店，不用加什么味精、瘦肉精，只要亲煮端上床桌，就成了道地的土家美食盗汉鸡。他喜欢安静女孩，我今晚话太多，他喜欢枝叶秋散，我却看不明白。鸡鸣不已，鱼丰已，景气真格这么差吗？你这位老鸡公，你马卡差不多哎，你的嗓音怎么那么难听呢、啊？是阴道发炎了吗？云溪江水，请你慢慢流，潋潋水光照边城，古城古意意恋恋，开落尘土银许灿，只留云烟雾露在心头。在意着彼此的报道完毕，谢谢观赏。心中琢磨着爱。